曾经受过伤的海星，四个角，这一个是它断过又重新长出来的这一点点，嘿，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吃它。哎呀，哎呀，只吃这里面的膏啊。嗯，好长时间不吃了，可香了。回家呀，把里面的膏取出来，可以给宝宝做个辅食，炒个鸡蛋啥的，特别的有营养。哎，嘿嘿，嗯，哎呦，这个海星啊，太肥了，都流油了，开始。哎，哎，好硬啊！哎，哎，哎，哎嘿嘿，嗯。